得洗好几遍，这都这等我再搂遍都顺手打浆了呢。那那个脖子多大的？口径一米二的直径。啊，一米二。嗯。这是豆腐渣。哎，对，豆腐渣，它这个焊的还有浆，再打一遍，第二遍快。啊。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只要扎实也细节，不容易。你一个任何一个小行业都是，要不是在生意难做，你别想嘛，人家大老板挣多少多少钱，他的背后也包付出多少的金钱，跟多少风险，还有精神压力。等于是我姑父他爸，也不算是外人，带了我五天，一开始真搞不懂。你都搞不懂咋弄的，带了你五天，然后你自己亲手弄的。对，亲手弄的，咋弄弄你亲弄不好，不是温度达不到，都是你在那种石膏店的石膏的亲重多少也把握不到。我又打电话经常多问他，他说你到别人那儿再看人家咋做的。嗯，那一会儿在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知道扔豆腐。那肯定扔的多的很。还有他温度你也掌握不好。火候也掌握不好，中间弄了有半个月，然后我都停了之后，一直等两三个月，我在后面找，在想找活干。刚好在元月份，我爸给我拿来好多木材，这些设备，光都啥都弄好了，你弄那些房子咋弄的？然后没法，我想还是得弄了，还是得上心。啥事都是有人家呗，交往的时候都得坚持，说不定都有转机。这都纯手工豆皮儿，这样的。二百零四。嗯。你这样一个是吧？啊。三亚，看我这最原始的木杆子压的。这从来卖一块五的都很少，最开始是说的不好是没人问，都是半年之后，只要我的摊完，我在外面都卖不完，他就都不会动。现在的那这豆腐都是比市场价的一斤便宜多少钱？便宜五毛。创业容易，守业难，都是你创一个事业也许是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做到长期做十年，往后做二十年，比较困难。同行的竞争，还有物价这一块，一人难挑，众人口。反正我的豆腐往上一摆，他卖不完；我的卖完了，他再开始动。这是你信誉跟你做的质量问题。我今天不吃你，还不得不背。俺家房子现在花钱，你见我找着我上不去了。五块你带回家是吧？对了，还有几百块钱的我都没给他。感谢人家到最后我的。都没事，你的名儿我也买不住。